接下来呢，有一个非常可爱的游戏要介绍给大家喽，就是天心宝贝。这款游戏呢，在它的人物啊、造型跟宠物都非常的可爱哦，相信大家一定会喜欢。而且游戏封测呢，也会送给大家非常多的好康，到底是有多好康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聚焦科技表示，超萌微天系网页游戏《天心宝贝》将于10月份进行天在星封测。《天心宝贝》是一款以线上游戏规格开发的网页游戏，具备独特的世界观，游戏画面以日韩动漫可爱风格为主，并且内建了许多 Q 版的人物角色与宠物。而游戏中的圣语、鬼咒、银武、龙魂、幻魔等五大职业，当然也都是超梦幻的卡哇伊造型，加上针对角色独特性的部分，也内建了纸娃娃系统，让玩家可以打造独一无二的风格哦。另外，游戏也有上百种造型可爱的宠物，不仅可以陪伴玩家一起进行游戏，更是玩家战斗时的好帮手。现在天心宝贝将进行天在星封测，而且还有超值好康大放送，除了有可口可乐喝到饱300,000点数火热放送，甚至还有超夯的五月天演唱会免费看，这么澎湃好康活动，大家绝对不能错过喽。